骆大美女，我从新闻上看到你们骆家好像遇到了财务危机，是真的吗？这你就不用操心了。有什么需要你一定要告诉我，虽然我也帮不上什么。你要不要去看我排练啊？我之前排的那个戏马上要定演员了，如果选上年底就要演出了。可以啊。而且我还有 VIP 的票，包房有龙虾。你呀、啊。哦，对了，我身边正好有朋友要投资话剧。真的？哎，那你能不能让你的朋友帮我推荐个 A 角啊？余威啊，性价比很高，用过都说好。行，那我先问他们要剧本，到时候拿给你看看。好嘞，那周日下午。周日？你有事啊？没事。太好了，水哥，上龙虾。你现在这个状态啊，就非常像他们说的那个什么追妻火葬场。什么火葬场？追妻，意思就是说，一个男人在追求他原来拥有过的女人的时候，就要比原来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，这种经历就叫做追妻火葬场。我问你，笑笑有没有特别喜欢去的地方？有是有，不过没有第四个人去过，那是只有我们三个人去过的秘密基地。只有你们三个去过的秘密基地？嗯，那我更想去了。那你就求笑笑吧，说不定哪一天他会带你去。这算什么兄弟啊？不行，他要是知道我跟你去那边了，他非得杀了我不可。哎，对了，应希没跟你说吗？他们这个周末好像要给笑笑弄一个什么预热派对，你到时当面跟他说就行了。我有我自己的计划，你帮我约他出来就可以了。大不了你一年的茶叶我包了，这我自己的咖啡我也包了，不用你买。嗨，你这么磨磨唧唧，我帮你就是了。一年的茶叶，嗯。啊，疼死我了！冯明，
你干嘛去？我出去溜达溜达。手里拿的是什么呀？这没什么。来了。你怎么才来？想死我了。